打开一张人物图像，复制背景图层，得到背景副本图层，执行滤镜、液化。弹出液化对话框，设置画笔大小为277，画笔密度为74，画笔压力为100。在图像中，将人物面颊部向里推移，使脸部变瘦。尽量使图像自然。设置完毕后，单击确定按钮。然后单击图层面板上创建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按钮，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色阶选项，设置具体参数为0.89213，单击确定按钮。